暫緩啫喎，有乜可能唔得㗎？佢哋冇口齒㗎。咁你會擔心香港變成逃犯天堂？啊，我唔會，我擔心香港變成第二個中國多啲咯。聽完佢個記者會發言之後，其實係會好嬲咯，即係覺得我哋嘅訴求佢聽咗，但佢唔回應民意，所以就覺得就係因為咁，所以我哋更加要企出嚟表達我哋嘅諗法。今次我覺得是比上一次九號人多的，因為我們提早了出來的時候，即是我上個禮拜都大概點零鐘來到天后啦，都已經很多人了，但今天我十二點幾來的時候已經比上個禮拜已經更加多人了。我想最主要是不可以讓他覺得我們放棄，四方並無學生。